新城乡第二场部落风铃祭是大德部落，地点呢就在新城乡的原住民多功能活动中心。乡长何礼台致政的文化礼金重视阿美族的传统文化，也祈求主灵能够保佑花莲和气平安。新城乡第二场的部落风铃祭典活动，22号是由大德部落办理，并且在新城乡原住文物馆前广场举行。在头目的带领之下，传唱着阿美族的传统歌谣，来传唱先人的生活智慧。20号这一天，天气可以说是相当的炎热。新城乡合理台有呼吁部落族人们，叫大家多喝水，同时也致赠文化礼金来重视阿美族的传统文化。我们的乡长呢，有要事在身了哈，没有办法来，特别交代我到达这里，要跟大家说明白啊，讲清楚，真的。安妮妮，我的命案，太阳那么大，要除了注意到你们的歌舞之外呢，也要注意到你们的身体的健康，要多喝水，才不会中暑啊。同时呢，也只是我带了一个很大的啊文化礼金来给我们大家。县府原民处府行科长卢林达少、县爷李正文、周君佑、迪布斯依赖、县内乡民代表陈伯昌和吕春梅也向部落族人们致意。部落妇女和青年们也展现多首阿美族的歌谣，来展现自己的文化。站在合理台乡的高兴，族人们回乡来到自己的部落和族人们团聚，大家一起唱着祖先传承下来的传统歌谣和舞蹈。青年乡公所对文化传承的经费可以说是大力的支持，希望能够代代相传。记者蒋伟，新城乡报道。